是黄浩信37岁生日，他在 IG 分享了张爆机照庆祝，圈中的好朋友都纷纷比 like。 不过作为太太的陈志尧不单止没有公开祝福对方，前一晚还开 post 大闹绿茶婊抢人老公，是不是在影射什么呢？大家想多了。是啊，因为其实拍这套剧我真的觉得挺开心的，跟我们的姊妹情又真的很真挚的，就算戏里戏外都很真挚，所以我其实特别自己特别喜欢这部剧，可能自己的私人感情啦，即对剧入面的所有人，所以有人虾我 baby 我就很生气了。那你会怎样跟对方庆祝啊？私人东西我就不答那么多了。